奥万大森林孩子的弦乐声，一对夫妇付出所有。你是叫他们老师，叫他们什么？阿布。以前会觉得幸福要来自物质生活，自从带了这群小孩，我发现那个幸福完全不一样，你收到的回报是远超过你付出的。 TVBS 看板人物每周日56台。